谁出来？姚哲文杰，压上去，然后一下就溃掉了。对啊，对，对，就这样。他拳过来，拳头就挥出去了，不要退。我我踢腿不要后倾太多。如果还有后的人，应该就是还算抓对。对，嘴巴咬起来哦。嗯。记得不去折，不退的时候不要扶起来退，压着退，重心压着，然后手扶到上面来，要不然会被追。哎，很好，再来一分钟，你看很快嘛，还有两分钟，我一分钟。所以你有找工作？有些动作有点味道了。对，卡赛，对。好，亮姐做得不错，两个都做得蛮好的。哇，你们很紧张了。我们不会这么激烈。哎呦，廖安姐做如何去倒计法？哦，哇，那我用手跟大家说话。啊，因为我用手好像有点，然后我用手比较软和。如果真的的话，再讲。那是谁垫的？我如果故意在卡，他练卡。有一天我等一分钟，这个距离是手肘的位置哦。梁姐，那种拳没有效果啊。我在看你了。还有，还没到。还有一分钟，快再忍一下，三十秒。不要三十秒就没了。明明就是。来，我把这拿走，你们继续。好。你就补完那就好啊，再剩三十秒。不要直接蹲下去，你要压上啊，你要站高，怎么打？刚刚那拳打到高空。打不到，动作太大了。你看跳起来有没有？要压着，压着。跳起来有可能。哎，不要直接，你被顶开到侧边了，身体要转正面，跳起来打比较高。不要被顶到侧边，转正，对，转正回去，很好。时间到了，好，三分钟。啊，辛苦了。